古乐看一个调查讲，新年的古调跳索古为古哦。阳明太后一代进行研究发现，好上个明夜跳索半点钟连续跳二十个礼拜，未必无按的作为对照组都变高一点五公分。好在讲主要系因为跳索的时间呢，为运通道抬头比较期间，就结神装扮新年的如果为古。用跳绳子在做运动，平日系清晨内会做运动，简单操作就当好好。我喜欢做跳绳和打篮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让长高，还可以调，还可以增加心肺功能。三年级到四年级长高了很多，已经长到快，好像快要八公分了。你觉得是跳绳帮助你的？还有跑步。关键关系好几件正事，跳绳不但强势加强心肺功能，它都减肥。第二关键还是好研究发现，跳绳是帮助。阳明太后针对2024年的雄健，专研究世界好高，1273个小学四年生的学生做试验，结果发现当年跳绳30分钟，连续跳20个礼拜，我比没跳绳的四年加出1.5公分。在我们跳跃的时候呢，因为有肌腱拉扯哈，在这个生长板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追赶跑跳碰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生长板哈成长，那用进废退，这样我们的孩子就会长高。不过好在没提倡，有趣去人家是近年某些还跳绳。